那个人很神秘，从来没露过面。这个不是简单的巧合。你去打草惊蛇，引蛇出洞，他要深入敌后，暗度陈仓。听说前两天这里发生了抢劫。明天可是最后一天，我没有让你去杀人，我这可是帮助你铲除不必要的麻烦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要不咱们先来比一场，无聊了就告诉我。万一在他们手上，没得选择。这绝对不可能，一定会查到真相的。